作为一位名副其实起司控的我，在我敏感里当然少不了这一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念的法国美食。爱丽姑。首先，先抓回几颗不听话、死都要出去骑脚车的马铃薯，洗净去皮，剁成一块一块。由于现在还是在管制行动期间，所以我一样还是冰箱有什么我就用什么的概念。然后再把不能去妈妈当喝茶吹水的怨气发泄在无辜的蒜头身上，一掌将它拍碎。热水滚开后，就可以把那些该死的马铃薯放到去蒸到它死为止。哎，不对，是蒸到熟为止。然后用叉子探探气息，熟透了就可以拿出来啦。把蒸熟的马铃薯压碎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上个 Burn Cheesecake 影片出现过的有勤劳洗手和戴口罩的良好市民刮刀过筛。你很懒惰，然后假假说要比较喜欢有口感的话，你可以 skip 掉这一部分，我是不介意的啦。只要你觉得你的良心过得去，对得起壮烈牺牲的蒜头就可以了咯。开小火，加入50克的牛油，再用抢咖喱捏的速度加入一丢丢的盐，一丢丢的胡椒，搅拌搅拌再搅拌，然后再加入150毫升的牛油或者鲜奶油，这些调味都可以依照个人喜好自行调整。再来就是这个后悔没有在管制行动前整个亮头的去闪亮亮登场啦。最后好像瀑布的土豆泥就做好啦。有一丢丢的小遗憾，我家的 cheese 没有很拉丝，所以没有很瀑布的感觉。放在煎好的鸡扒上，配上红酒，就可以在漏档期间和你的另外一半在家里庆祝纪念日咯。爱丽姑。